起捉迷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宝贝在哪儿？小贝。在哪儿？窗帘后面有吗？没有。床下面有吗？没有。你猜在哪？柜子里边有吗？没有。沙发后面有吗？没有。小贝在哪儿？谁是小贝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，这儿了。咦，那是什么？找到你啦！哈哈，当当 ，Lingo Bus， 这是 okay, 对专门为这个学习中文设计的一个。OK， 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，坚持学习思考。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学习拼音有帮助。我们学习这里刚开始 ，Peace。